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开始走向西方探索世界。他们越过高原，走进草场，翻越冰川，趟过河流，一路向西。世界在西行的途中变得越来越宽广，甚至从大陆延伸到海洋。丝绸之路记录下了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脚步。新的世纪，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本年度第一趟丝绸之路旅游专列从西安站开出，在未来的11天里，游客们将亲身体验古代丝绸之路的魅力。我这次出来玩，陪爷爷奶奶玩得很高兴，很好玩。对，这看的这个风景确实好。原来我们参与没退休以前，在全国各地也跑了不少地方，但是这个大西北这个地方确实还是来的少。这次在火车上一看，这个地方确实大漠风光。我想在沙漠里骑骆驼，我还在火车上看见了好多我以前没看过的东西。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道路，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为中华文化带来了美丽的异域风情，也为西方揭开了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西汉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一路的奔波在此暂歇，对于从中原出发的商队来说，这里是离开故土前最后的一处繁华之地。出敦煌后，线路分成南北两路，往西行出玉门关或阳关，通过塔里木盆地，穿越西伯利亚高原、帕米尔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地区。丝绸之路是横贯在亚欧大陆上历史最长、行程最远的贸易交通线，它深刻地影响了这片大陆上文明的进程。依照地理的划分，亚洲和欧洲紧密相连，亚欧大陆是地球表面一块最大的陆地，囊括了世界人口的10%，是人类最早最先进文明的发源地。世界上唯一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渡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不断往返，
把人们从亚洲带到欧洲，再从欧洲带去亚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伊斯坦布尔自古便闻名于世，复杂而有层次的历史感让这座城市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土耳其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亚欧两大洲的重要节点。自古代开始，土耳其的集市上交易的货物大多是奇珍异宝、黄金、宝石、香料。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具都十分受欢迎。东方和西方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横跨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网络，这一网络使欧亚之间的商业交往达到了繁盛的地步。Biz Begonvido olarak yaklaşık 40 yıldır Mısır çarşısı Mısır çarşısında hizmet veriyoruz. Mısır çarşısı 1600 yılında kurulmuş, inşa edilmiş çok eski bir çarşı, tarihi bir çarşı. Çok yüksek miktarda turist çekiyor. Bu yüzden de bizim işlerimiz oldukça yoğun oluyor. Özellikle de yaz aylarında Çinli turistlerle çok ciddi miktarda Çinli turistle yapıyoruz. Burada tanışıyoruz. Genelde kendileri buraları çok seviyorlar. Özellikle de bizim kendi özel tekstil ürünlerimiz var. Kendi tasarım yerlerimizi yaptığımız. Onlarla çok ilgileniyorlar. Sabunlarla özellikle çok ilgileniyorlar. Temizlik ürünleriyle. Bizim sattığımız ürünler genelde Türk kültüründe çok büyük bir yer tutan temizlik ve banyo kültürü üzerine kurulu peşteman ürünleri. Yani buna Türk avluları da deniyor. İnce, %100 pamuk ürünler bunlar. Değişik tarzda, yüzyılların verdiği bütün desenlerle beraber belli bir kültür oluşmuş ve bu kültürün bütün şeylerini devam ettirmeye çalışıyoruz. Bunun dışında da modern yeni ürünlerimiz de mevcut. Daha çok şu anda banyodan daha çok böyle plaj için veya böyle şal tarzında kullanılan ürünler bunlar. O yüzden böyle çok amaçlı ürünler. 当今世界，全球货物的流通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商品环球贸易的历史却要比我们想象的古老得多。几千年以前，沿着一条7000多公里长的道路，连通亚欧的贸易活动便已经开始，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些修建于12、13世纪的建筑，是为曾经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提供休息和食宿的驿站。按照骆驼白天所能行走的里程，每隔20公里都会设立一个驿站。完备的设施、配套的服务，为商旅们长途贸易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和保障。有一些高一点的台阶上面，它一般就是铺一些我们叫什么铺一些布之类的，在休息一晚，然后第二天它会继续出发。然后呢像大一点的驿站，它室内呢还有一些另外就可以去放一些骆驼和马的一些地方，像这个小一点的，对，它可能是在外面的。然后呢大驿站分为两种，一种是冬天的和夏天的，冬天呢都会在室内去居住，然后夏天呢大的驿站呢还有这个敞开的露天的地方，夏天因为天气热，它会在敞开的地方去休息。对于异国商品的需求，贸易带来的利益
是丝绸之路能够延续至今的主要原因。丝路沿线的国家和依靠丝路生存的人们都在积极地保护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很少会去破坏它。也因此，历经数个世纪，丝绸之路未曾真正消失过。商品贸易的发达，这条连通了东西方的通道也使得文化、创新技术、宗教、思想、语言得以通行。在人口迁移、货物流通和宗教传播等方面，丝绸之路的历史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并不为过。欧亚大陆思想有一个共同起源，还有一个共同兴趣。现在那个思想发展也包括技术和知识，知识我们叫知识史。那个知识从在各个地方有自己的起源，但是以后就慢慢就融合起来，还有统一再继续发展。这是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按我们来讲，看看各个地方的自己的发明，然后我们两个文明还是三个几个文明，看看都不一样。草原地区、南方那个茶那个地方和四川那个地方，还有北方那个草原的地方，都是有他们特色，但是通过合作才能成功，才能更好的发展。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它。这个名字一经使用，便很好地契合了丝路的浪漫、美丽和奢华。伴随着货物传送的，还有故事、思想和信仰。在王牧教授的带领下，用了5年的时间，一个由中德两国考古专家共同参与研究新疆出土服饰的国际项目丝路霓裳即将完成。服饰和我们在车的那个东西一样重要，因为人都需要，人都需要，还有都是人和脸的。如果你看现代的那个服饰，我们都穿的差不多一样，是一个样子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那个服饰互相影响？我们还有，从这个概念之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服饰也是我们的来源、年龄、性别的一个标志。从那个标志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哪里人，我们是什么时代人，我们是什么年龄人。所以通过研究这种服饰，我们也可以更好理解我们的过去的标志、瓷器还有那个阴茎。历史给人类留下了文明的碎片，今天人们面对的是如何复原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曾经有着巨大文化吸引力的不同文明源头的内容。都是邮寄资料，所以那个邮寄资料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去发现才能够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够明白文明进程中真正伟大的所在，才能尊重古人的创造，在尊重其他文明的同时懂得自己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剪子还没有剪子，中外考古学者们都在努力，通过研究丝绸之路上人类留存下来的食物，来探索这条连通了洲际的道路是如何影响了沿线不同文明的发展。
照古人的方法，体验先人的智慧和创造，在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寻找永恒。永恒是能够被传承下去的。我跟法木寺的馆长呢，一直在做有关唐代茶器具、茶文化的研究。我们那个椒房，包括我们的那个如草的垫子，那都是复制唐代的。他就是用这个黄土，把它这个蒸熟了以后研成粉，然后和上那个米汤，然后里边放上我们的麦秆，然后再加上花椒，把它糊到墙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光加米汤的话呢会招虫，所以放上花椒以后呢，哎，这个就能避虫了。所以我们的古人呢是非常聪明的，在唐朝开始，历代的宫墙全部是采用这样的椒房的形式，包括如草的垫子，那个也是我们从盛唐时候就开始采取的一种方式，包括日本的那个榻榻米，它是从我们这边学过去的。西安，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中国历史上一些最强盛的时代在这里度过。那时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当然在丝路之前就是国都，但是汉唐长安之前的长安并不是世界城市。你说秦代的长安，周代的也长安也是国都啊，周秦都市，但是它不是世界都市。只有到了汉代，长安才成为世界知名的一个都市。所以人家为什么把我们叫汉人、汉字、汉文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走出去了，那个时候世界知道了有汉。没有丝路，长安可能成不了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只是周秦汉唐的首都，但是它不是国际化，它不能跟罗马并列。只因为有了丝路，它才国际化了，它为欧洲人知道。成为了国际大都市的长安城里，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处都能找到来自异邦的色彩，多元文化的融合将长安的繁华推向顶峰。据文献记载，唐代的长安城是世界上第一个居住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它的外籍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了78%的比例。西方商人的到来使长安城里的生活变得国际化。当丝绸之路给西方带去了巨大震撼的时候，长安城里中国人的生活也在被来自西方的葡萄、石榴、苜蓿、黄瓜、芝麻改变着。借助这个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地产，你像新疆的那个葡萄，我们有一道菜叫丝路花鱼，葡萄鱼就是借助这个丝绸之路地域的一些特产而做的。油纹唐风胡麻饼，胡麻饼实际上这是一道西域的一道小吃，但是呢，西域的人在这个当时的长安生活的时候，把这个逐渐的引进到我们这个汉人这个里面以后，我们通过这种烹调的技艺，把它演化成现在的这种胡麻饼。
其实陕西人呢，实际上最喜欢的就是面食。陕西的面食可以说在全国来说，品种种类是最多的。小麦，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小麦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粮食。麦子的原产地在亚洲的西部，根据考古发现，至迟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小麦已经经由中亚通过欧亚草原、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了粟、黍两种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形成了今天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格局。陕西人能用面粉做成至少1000种小吃面食。1114年，被史学界称为丝路元年。这一年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国的年份。张骞回到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地情况，武帝授予太中大夫。因为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西域诸国。实际解释国王，我管詹姆放个大眼界来看世界，这就是汉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张骞给我们留下的是思路，这是具体的，但是其实给我们留下的更是一种眼光和观念，就是中国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要博望世界，来求得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围绕着丝绸之路的地理发现，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对其他文明的认知，它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观和相对平等的交流方式，促成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密切互动。在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中东地区的往来开始增多。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笔直通往西方的道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袤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一直延伸向罗马。2000多年以前，丝绸之路将长安与罗马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东方与西方开始了文明的对话。凯旋门这种纪念战功的建筑形式是罗马人最早发明的。在罗马建成后的头一个千年里，它见证了王政、共和国、帝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罗马城一直固若磐石，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永恒之城是罗马人的骄傲。作为帝国的首都，他曾统治了整个地中海5个世纪之久。而中国人对于罗马的认知最初是模糊的，东汉时才有记载，称其为大秦。关于大秦的消息也是从丝绸之路上经商的中亚地区的商人那里获取的。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kind of globalization because allowed to connect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In fact, Roman knew the Chinese and called them Seres. Seres is the name of a people from the country where silk come from. And probably this Seres is from the Chinese Si, that meaning silk. So it is, we have an old occasion of interaction since a long time. 中国的丝绸传入欧洲，很快便风靡了整个罗马。一两丝绸曾被卖到一两黄金的价格，而来自大秦的玻璃制品也同样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被当作珍宝进献给皇帝。知道大秦的存在，意味着中国人地理认知的边界进入了欧洲。通过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国逐步发现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从长安到罗马，从东方到西方，丝绸之路所彰显的是古典的全球化图景。这条道路上的城市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是细微的，也是宏大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历史的，更是现代的。I think that now the Silk Road is everywhere because internet and the airplane allow people to be constantly and immediately in contact at the same time, or in few hours you can be from here to Beijing or Shanghai, and so the modern way of communication.Are the new Silk Road, we can say. 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是复杂的过程，是各文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到不同的国家，接触不同的民族，了解不同的文化，才能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启示。去看一看国外的风景，看一看国外的这些文化，而且是一个自驾，真的很激动。不同时代，使命不同。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却又不断发生着变化。重新踏上丝绸之路，人们在探索与发现历史的同时，也在寻找着自身生活的方向。来之前呢，以为哈萨克斯坦是在以停留在以前这种历史书认知的那种时候，游牧民族啊，马背上打猎啊，放羊喝牛奶那种状态。但一入到哈萨克斯坦，发现完全颠覆了我对原来的印象。这边城市非常现代化。原来是，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风景？那就录像随处一次啊，大家可以色香味俱全。
小学课本上，包括这个中学课本上，我们都会知道一些东西，包括这些历史遗迹啊，包括这个欧亚大陆桥啊，这些建筑啊，这个感受亲眼见到跟这个亲耳听到，还有电视上看到，以及你在课本上学习到，是完全不同。像我们有一段经历是路过土耳其，他们正好是结婚，我们就有两部车下去和他们边跳舞边唱歌这样的。这个在他们那边也不是经常性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吃一顿饭之类的。这些路程中发生的一些东西，都是你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我一个宝贵的财富。像之前去土耳其的盐湖，所有的店铺的人都会说中文，什么美女啊，来看看呀，我们这里卖什么洁面的盐呀、啊、什么的，好像每一个商人都会讲几句中文，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中国人那个友善程度是很好。时代变了，今天中国人重走丝路，是开着车而不是骑着骆驼。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民间企业的身影，他们与沿线国家开展多种方式的经贸合作，成为丝绸之路上新的开拓者。走出去，与世界交往，让中国了解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这种相互间的交流和了解，是一个不断持续更新的过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传播蔓延，随处都洋溢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喜悦。因为丝绸之路见证了几千年来中国和世界交往的进程。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比较大的新兴的酒类消费市场，于是世界各国的红酒商人共同瞄准了中国市场，也因此，维罗纳与遥远的中国在新的时代产生了联系。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种植方法的不同，每个地方种出的葡萄品质差别很大，甚至同一个地区不同的葡萄园都有着极大的分别。diciamo che un po' tutto il mondo produce vino buono,
l'Italia si differenzia, come dicevo prima, dal resto del mondo perché ha queste qualità autoctone dove in giro per il mondo non esistono. Diciamo che il mondo produce principalmente Chardonnay, 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 mentre in Italia vantiamo oltre 200-300 qualità di vitigni autoctoni che altri paesi non hanno. Ciao e benvenuti in Valpolicella, la nostra terra, la nostra cara terra. Qui è la zona dove nasce l'amarone, il vino amarone. L'amarone è frutto di una selezione in campagna. Quindi a settembre, quando decidiamo che le uve sono arrivate a una giusta maturazione fenolica, vengono selezionate manualmente, una per una controllata. Le uve sane e spargole vengono tagliate e portate qui in azienda, dove vengono messe a riposo in queste arele, dove rimangono per 100 giorni. Durante questo appassimento l'uva perde all'incirca un 40% di acqua, dovuto a questa fase di appassimento. Un appassimento in maniera naturale, quindi sfruttando solamente il tempo e sfruttando l'aria naturale, senza andare a forzare questo naturale evento di concentrazione dell'uva. 栽种葡萄、酿造葡萄酒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 从户外到室内有非常多的细节要注意，但是出于对这片土地和这项工作的热爱，托马斯家族一直精心打理着这个有着560多年历史的酒庄。传统是祖先的智慧、历史的积淀，是时间赐予的宝贵财富。 È un mercato, la Cina, molto importante. Attualmente, come dicevo, bisogna insistere e fare molta promozione e insegnare al mercato importante e grande come la Cina, insegnare cosa sono i vini italiani e in modo particolare i vini della nostra azienda. Come dicevo prima, facciamo molti incontri, facciamo molte degustazioni per far capire come si produce il vino in Italia e in particolare nell'azienda Tommasi, dove l'attenzione alla qualità è fondamentale. Il percorso变了，人们不再需要用骆驼和马匹带着货物艰难跋涉去向远方，但是远方的市场却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 我们学校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共已经800多，为什么学生们开始学汉语？就是因为随着这几年的文化和经济的中国发展，所以很多学生对中国文化有特别感兴趣。
我跟他们随便聊天的时候也问过他们为什么选择学中文，然后他们就是说那个就看到中国很大，中国有很多那么漂亮的地方，我想去中国旅游，这是选择中文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同学呢，就是父母让他们来选择的，父母认为中国是未来的机会在中国，所以那个在选课的时候父母给他们这个建议，所以他们选择了中文。从东方到西方，从丝路的此端到彼端，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古代丝绸之路建立起来的联系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被认定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2000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是一个世界的概念，它超越了一国的疆域，把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连结起来，给人们带来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考，不但是对历史上贸易往来、互惠互利的回放，也是对现在和谐共生、共同繁荣美好愿景的追求。探寻古老的丝绸之路，开拓更多的发展道路，是为了让丝绸之路创造的文明成果得以延续。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是为了寻求未来的答案。2000多年前，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信念，商旅们走出了世界上最长也最艰苦的贸易通道。时光流转，路上的商品一直在变化，但是以丝路独有的魅力串联起最具商机和活力的市场，这一点至今不变。